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哎呦啊！指数操作，我们一再强调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拥有 AI 程式交易？指数操作不是让你每天在那边跟了一些神一样的老师哈，每天开盘对不对？每天都在过元宵节，每天开盘都在猜高点低点啊，往上多往下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瞬间要重压，那干什么？你以为你在什么澳门赌场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天猜高低，猜对了好高兴，猜错呢灰头土脸。每天一开盘，哇，市价做多停损，然后市价放空一路被嘎。AI 程式的目的就是不要你去猜，不要你去赌，不要你去凹嘛。AI 程式它就是盘中第一时间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帮你计算法人筹码嘛。法人筹码多你就跟着多，法人筹码空你就跟着空。尤其 AI 程式最大最大优点就是每天早盘呢、啊，我一再强调、啊，你不要搞到11点、12点、1点还在那边研究到底要做多做空。大的法人单的趋势都是在早盘就结束了，11点以前你掌握到两趟三趟的操作，百点的获利轻松而来。问题是你要跟着法人筹码。所以 AI 程式就是盘中第一时间帮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计算法人筹码多空嘛，预判趋势力道嘛，多空根本就不要你去猜，不要你去赌嘛，你干什么猜今天的高低点？干什么有用吗？干什么今天要往上多？什么上多下空啊？要满仓了，发疯了？干什么要等着瞬间重压？瞬间是什么时候？10点、11点、12点。不要那么辛苦，每天早盘，我一再强调早盘，因为早盘法人单才会有趋势行情，才会有波段行情嘛。到了11点以后，坦白讲，到了中盘以后，对不对？法人是没有什么动作的啦。啊，你不要搞到11点、12点还在那边到底要多要空的乱搞一通。早盘定多空，开盘定多空，跟紧 AI 程式，明确的法人筹码。明确的法人筹码多空讯号嘛，来，亲眼见证。加入所有加入我们 LINE 的学员，现在已经高达10000多人了。昨天早盘弹高，昨天11月20号早盘弹高，所有 LINE 的学员有没有跟你事前的预告？有没有跟你盘中第一时间交代？昨天11月20号大雾城市有没有早盘先多？但是上来9794再度翻空哦，第一时间跟你分享 AI 程式盘中第一时间帮你掌握法人筹码。当昨天9794还没有跌哦，投资朋友第一时间跟你分享9794转空，是不是明确的讯号？预判趋势力道啊，清清楚楚，这个地方已经由多转空。昨天9794转空，昨天所有全国用户、全国学员10点2分9794转空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昨天9794转空，所有全国用户，昨天9794转空，第一时间跟你分享，第一时间跟你分享这么重要的讯息，天机啊！第一时间跟你分享。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要你凹，9794转空，全国导致没有。今天一开盘，阿内瓦泽170点了，170点，双手奉上，对不对？一口3万多啊，啊，10口3多万。好，话讲回来了，9794那是昨天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昨天979410点2分，第一时间跟你预告转空，今天开盘就是170点。话讲回来，今天要怎么赚钱？今天要怎么赚钱？啊，你不要，你这老师昨天留了满手多单，今天灰头土脸，满脸豆花，是不是？那你昨天跟着 AI 程式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第一时间9794跟你预告转空，979410点2分转空，今天开盘170点，大家通通有。
那今天美股重挫551点，我只请问你，今天你要怎么操作嘛？今天你要怎么赚钱？你告诉我啊！啊，一早大跌，市价放空，你灰头土脸了，对不对？去追空啊，一路被嘎，今天怎么操作？答案很简单，不要你猜，对不对？干什么猜今天的高低点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对不对？不要你去凹。美国重挫551点，今天怎么去赚钱？跟紧 AI 程式就好了。来，全国投资人亲眼见证哦。昨天所有 LINE 的学员第一时间9794预告转空，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通通有。今天是不是170点？今天怎么带你赚钱？来，全国投资人亲眼见证。今天全国 LINE 的学员一早9点多，大户程式今天大户 AI 程式开盘。9671续空哦，先空哦，9671先空哦，先空之后下探9624，是不是跌了40多点？是不是跌了40多点？跌下来之后呢，9646再度怎么样翻多，清清楚楚。跟你讲完还在9646了，来亲眼见证。全国用户，今天大户 AI 程式。一早8:53哦，8:53，9671再空，来，一早来导播，一早亲眼看一下，8:53，9671，哎又空，一早8:53，9671空哦，好导播这一起造，不要动啊，这里一起造啊，张老师啊，这跌了100多点，它又空，哎，第一时间 AI 程式转空，趋势力道。趋势力道还是空，对不对？那 AI 程式盘中第一时间法人单在96，对不对？967还是空，8:53。来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猜今天的高低点，8:53，967还是空，隔了5分钟都还在9670附近哦，对不对？都还没跌哦。那张老师会赚钱吗？啊，张老师会赚钱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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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不会赚钱？啊？会不会赚钱？全国投资人，导播拉近一点，多少点？46点了。一早8:53，967还是空哦，隔了5分钟都还在9670附近哦。接下来是不是20点？啊？是不是30点？啊？30点，是不是40多点？将近50点了。一早第一笔续空，967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你就跟着 AI 程式，这一空下来，投资朋友，快50点嘞！一天50点很难吗？今天8:53，跟紧 AI 程式一笔短空下来，就快要50点嘞。是不是快要50点了？还没完哦，接下来精彩的哦，啊，接下来我们在 LINE 里面怎么跟你讲的？9671空是不是40多点？接下来9646不得了了，翻多了，来在哪里啊？接下来亲眼见证，9671空下来40多点，接下来趋势力道是不是翻多？是不是翻多？是不是翻多了？有没有？很清楚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凹。不要猜今天的低点高点，那么累干什么？AI 程式一早9671空，你就跟着空，空下来快要50点了，一口快10000了。接下来趋势力道翻多，导播拉近点，亲眼见证，9646翻多，趋势力道翻多，AI 程式转多，很多用户打来啊，张老师，你们搞错，美国崩了500多点呢，你怎么9646翻多呢？哎，张老师啊，你别闹了吧。美国崩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崩了，没错。几点？9:16啊，全国投资朋友，一早啊，8:53，AI 程式带着你，市场筹码、法人筹码转空，空下来先带你拿下这40多点。接下来9:16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猜今天的高低点，猜什么？你猜得对吗？对不对？你怎么不猜下棋乐透呢？对不对？9:16 AI 程式，9646翻多，来，导播拉近点，
过了将近10分钟，对不对？都还在964几，你通通买得到哎，趋势力道翻多，来导播这里一起照，好，不要动啊，来亲眼见证哦，张老师啊，你们搞错啊，对不对？美国崩500多点，你9646翻多还通通穿价，这里还跌到9644哎，那张老师啊，会赚钱吗？啊，会不会赚钱？来注意看啊，一点哦，两点哦，哎，10点，哎，张老师啊，赚10点了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张老师，哎，好神奇，哎，赚20点嘞，哎，对对对，趋势力道还在多，不要担心，对不对？哎，张老师啊，哎，30点嘞，哎，30点喽，对不对？6000块了啊，还没完呢，啊，慢慢看下去，哎，张老师啊，赚40点嘞，哎，对对，一口8000了哈，对不对？哎，张老师，啊，对不对？这49点嘞，哎，50点嘞，对不对？一口10000了哦，哈哈，再来，哎，60点，哎，好好玩嘞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60多点了，哎呦，张老师啊，70多点嘞，张老师啊，是不是快80点嘞？投资人，9:16，9646翻多，一多上来，80点，请你笑纳，你要在那边猜今天的高低点吗？你要再猜今天的支撑压力吗？啊，支撑跌破再放空，压力突破再翻多，你要这样乱搞吗？不要。今天 AI 城市你就规规矩矩。我讲过，人工智慧 AI 城市为什么能打败世界棋王？明确的买卖讯号嘛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嘛，对不对？一涨967还是空，你不要怀疑啊。967空下来，笑纳40多点，接下来趋势力道翻多嘛，9646翻多嘛，张老师怎么又多呢？哎，翻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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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点？到不？快80点了。今天所有全国用户清清楚楚，今天早盘，早盘呢？是不是9点多？哎，9:16多空两趟，8:53先空47点，9:16翻多上来，是不是80点？今天早盘多空两趟120点，双手奉送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全国用户早盘多空两趟下班了，不要搞了，100多点已经到手了，一口25000，10口25万，你还要什么？所以，我一再跟大家讲，你今天 AI 城市，你不要贪心，每天一口50点，你一个月就是20万了。今天有没有50点？今天有没有50点？啊，2个以上50点呢、啊？是不是？你一个月要几十万呢、啊？明确的讯号，预判趋势力道，清清楚楚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好不好？那你加入我们的 LINE，是不是第一时间亲眼见证9671先空？9646翻多，翻多，当时跟你讲翻多，你还不相信，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还在这里啊！你亲眼看到，这里又是80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恭喜所有 AI 城市的用户啊！赚钱我们一再强调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好不好？干嘛每天猜高点低点？再来，股票更精彩，股票你更要用 AI 城市交易嘛，是不是啊？股票你更是要用 AI 程式交易嘛？你千万不要在那边做股票，还在那边什么啊？还学技术分析啊？算一二三四五，五完了还有5之1哦，5之1完了还有5之2哦。那你算到什么时候呢？每天追高杀低，对不对？我讲过 AI 程式最大的优点，明确的方向，预判趋势力道，你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嘛。来，环球金。从600多块趋势力道，导播拉近一点，一路空500多块趋势力道，再空崩到200块，是不是？从200块导播拉近点，从200块一再一再告诉你趋势力道怎样翻多。昨天还在叮咛你趋势力道还在多，还没涨完嘛？200多一路告诉你趋势力道翻多，220。30号拉回210多块，再加码啊，240、270、290啊，
一再叮咛你三字头，三字头啊！今天一早，对不对？你可能想，张老师，美国崩了551点哦，你昨天还在公开哦，对不对？昨天是不是给你公开？昨天是不是公开给你看？环球金趋势力道还在多，是不是？合金趋势力道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在多？这都昨天跟大家公开讲的事情啊！啊，今天美国崩了500多点，你可能想，张老师，你落亏哦，啊，你落亏了哦。给阿里美国崩551点呢，啊，今天环球金导致朋友有没有再喷出？有没有再大涨？有没有再创高？今天环球金为什么大涨？趋势力道翻多嘛，跟合金一模一样嘛，就告诉你还会有高点嘛，你干啥？今天美国崩500点，怎样？环球金再喷出，再大涨。10张就110万了哈，我可以斩钉截铁告诉你，涨完了没有？自己看嘛。合金涨完了没有？环球金涨完了没有？清清楚楚嘛，对不对？合金一样，从26块，趋势力道翻多，对不对？来，从70多块转空，转空，一路崩，你要在那边1、2、3、4、5不要了啦，来到我拉近一点。跌到26块，是不是趋势力道翻多？一再告诉你，趋势力道强多，还没涨完，对不对？从26块带你买，有没有？10月29号，连扣讯都给你看，当天崩盘了，美国也崩290点哦，26块，对吧？早盘还在26块附近啊，随便买，随便中。10月30号拉回平盘再加码，还在27哦，是吧？涨停31。涨停35啊，一再叮咛你，昨天还在叮咛你，合金什么时候要看到四字头？有没有？你可能说，张老师，你给阿里哦，你得操配哦，美国崩500多点哦，你昨天还在这边说合金四字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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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没有？四字头今天送给你啊，全国谁一路？从200块一路叫你重压环球金，从26块一路重压合金，昨天还斩钉截铁告诉你还没涨完，还要创新高。美国今天崩550点，我们的环球金，我们的合金有没有再度喷出？有没有看到四字头？大涨50%了哈，还没涨完。哈哈哈哈，环球金、合金这一次跟着我好好的，年底以前帮自己大赚一个。大红包，好不好？大波段的获利，达方一样，从9多块转空，打到30多块，有没有？来看一下达方，啊，一样，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从9多块，对不对？9多块一路空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来导播，达方是不是跌到32块？趋势力道反多，是不是很清楚？都不要你去猜，不要你们算1、2、3、4、5，有没有？30多块啊！昨天43了哦，啊！今天美国崩550点，今天呢有没有再度喷出，再创新高？哦，再来上银跌到180，有没有？跟你讲趋势力道反多，今天美国崩盘，上银呢？照样喷啊，照样喷啊，照样喷啊！上影要涨到哪，好不好 ？TPK 打到40多块，对不对？趋势力道翻多啊 ，AI 程式转多，有没有再创高？啊，54了哈 ，TPK 6字头什么时候来啊？你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美国 American President，OK，、okay? 美国总统从6字头杀到2字头 ，MOSFET 啊 ，MOSFET 啊。这两天有没有再冲高？哦，大涨20%了哈！来，这档股票也相当的可爱，智勇双全，8字头杀到2字头啊！哦，那3星7纳米的商机，智勇双全，智勇双全，好不好？今天美国崩550点，今天它呢，它呢，智勇双全再度喷出，再拉尾盘啊！所以你错过环球金。错过合金大涨50%哦，那这些股票我们都认为
还有大波段的获利，好不好？希望你跟紧我们的脚步啊，先跟紧我们的脚步，好不好？那最重要的，今天 AI 城市不啰嗦，好不好？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啊！一天50点，月入20万，对不对？昨天9794告诉你空，今天开盘是不是170点？今天一早967先短空，接下来9646再翻多两趟，多少点？又是120点，奉送给你。你不是要跟一个神一样的老师啊！你不要说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准，好不好？血压计就这么简单 ，AI 程式就是血压计，答案一目了然，多空不要猜不要赌，好不好？想尽办法把 AI 程式带回去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曼。行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楔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就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好，操作股票为什么要 AI 程式啊？明确的方向，你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嘛。不要在那边每天算一二三四五，算到什么时候啊？来，环球金从600多块一路转空200多块，大捡便宜啊 ！AI 程式翻多220，拉回214块，加码240、270、290，三字头。你说赵老师啊，今天美股崩盘550点，环球金有没有让你看到三字头？大涨110块，还没涨完啊、哦，还没涨完。来，合金一样，从26块 AI 程式翻多，来29块、26块、29号、26.5，赶快买进，涨停28.6，30号拉回27，再加码，再涨停31.4，再涨停35.8。昨天再度跟你公开预告，合金什么时候让你看到四字头啊？张老师啊，美国崩盘呢，你昨天怎么讲合金四字头呢？有没有清清楚楚斩钉截铁啊？恭喜大家大涨50%，还没涨完，好不好？那指数操作每天50点，月入20万嘛，但是你要有明确的讯号，对不对？预判趋势力道，昨天 AI 程式弹高，清清楚楚9794转空转空转空9794转空，今天开盘170点，先送给你。今天重挫怎么操作？很简单，来，今天 AI 程式一早967先短空，来967力道转空，有没有空下来？请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清清楚楚40多点，双手奉送？接下来精彩的时刻来，导播，接下来趋势力道翻多，9646翻多，你可能讲张老师啊，你发疯了啊？这个美国崩500多点，你怎么9646带我们做多呢？
不是我带你做多，法人单做多，你就跟着法人操作。9646趋势力道一多上来，投资人快要80点，一口16000，好不好？所有今天 AI 城市的用户，一早967先空4多点，9:169646翻多，又是80点。今天多空两趟，不多不少，120点，你还满意吗？下班了呢，你懂不懂？10点以后我们就下班了，不要在那边搞了，好不好？轻轻松松 ，AI 城市一早多空两趟，120点。不啰嗦，那 AI 城市年终感恩最大回馈，1天50点，月入几万，赶紧想办法把 AI 城市带回去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，基本生活费不课税，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。设置税务专业法庭，落实专业审理，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，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沟通及咨询。